啊，咱两个查某囝拢嫁出去啊，永摆还袂嫁出去，住喺厝的哦，咱阁嫌伊伤吵。伊安尼即摆哦，无伫个，咱阁是嫌讲收得少，无够安静。伊若即摆讲伫喺厝的，伊也敢若会晓欺负伊小弟。啊，伊就知影讲伊小弟身体无好，啊，同阿欺负到，互伊安尼干干叫。哎呦！我有当时啊，我咧气甲哦，想要甲扫帚，我咧甲吼。啊，不过佫想到转来哦，迄家己查某囝咧对不对？啊，即摆一个无伫个哦，哎呦，才感觉讲哦，有影人有够安静，有够无聊。阿爹，喂，阿爹。啊！你家坐咧戆神戆神是咧想啥啦？不是啦，不是咧戆神啦。我即马哦是伫咧怨叹，我即马是咧伤心，我即马是咧艰苦。你甲想看卖？恁两个大姐哦，本来伫咧厝诶，咱安尼规家是安闹咧滚滚。哦。呀，即马忽然间哦，恁两个大姐拢嫁出去啊！呀，你哦一工干嘛拢倒咧眠床底？呀，你迄、那个迄查某囡仔，迄、那个新闻啊！一天假无，那不是咧回我，就是咧走卡，拢唔捌来咧陪我。我咧感觉我咧伫咧无聊，伫咧嬉皮哦。你还搁加讲，这哦怪拢爱怪你啦。哦，啊无代无志哦，就去买到一间厝，只大间八百几平。啊，本来吼、哦，咱内底吼五个人，啊，搁留一个老人听我搭嘴讲。即摆我两个阿姐拢嫁出去啊，所以亲母啦，搁去买物件。啊，剩咱两个啦。迄讲话吼，拢有 echo， 搁有回音呢，足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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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拢讲只咧讲阿爹，阿当我两个阿姐过近近啊尔，啊你若无聊，寂寞收音的时，叫当互你看看倒，啊不是讲过去美国，过去非洲啊，遐久看一摆啊你咧。哎，你安尼哦，拢袂晓替恁爸想看卖，啊恁爸买只大金，迄最主要嘛是要让恁欢喜咧。本来吼、哦，隔壁吼、哦，啊搁一块了高尔夫球场，我嘛想要甲买起。啊！不过哦，恁爸都袂晓拍高尔夫球，所以唔才无买。要买遮大间个厝，是要让恁安尼住了会爽快。佫加嫌讲，佫佫有回音无？佫有遮大、遮大、遮大、遮大。嗯，有影啦，恁大姊吼，你安尼嫁出去吼，啊，我安尼做一个安尼嬉皮起来，有影啦。啊，讲你啦。哦。但你个迄头啊，已经有啊咧。啊，你莫赶紧安尼紧安尼成。嫁入去啊，啊去娶一个某，啊生一个孙给我抱，安尼唔则对。阿爹，这哦，这你唔免烦恼啦，我家己哦，拢早就决定好势啊。你安尼哦，也唔捌出门，也唔捌去外口，甲人交际，啊你是要去外口要去娶什么人？你唔通安尼乌白来乌白杀哦，你若去安尼杀来杀去杀到一尾虫转来，你就惨。我甲你讲，伊番哦都爱叫唔人来讲，有听无？哎呀，免啦免啦。叫什么媒人？迄媒人嘴好累累吼，我家己见会较妥。袂当、我甲你讲，人迄吼唔通甲咱找，咱要求讲都爱门当户对。咱家八百几平，你上无嘛甲我报一个有七百外平的，唔知速配对不对？你唔通乌白来哦！我咧讲哦，你哦，阿爹你真正有影老翻天嘞哈！哦，啊，着啥物块门当搁户对，咱咧户顶遐悬啦，要到三尺啦，所以户对迄爿拢当山啦，是要对鬼哦。所以讲哦，我感觉吼有缘就好啦，那恁是乖乖安尼就好啊，你咧。咱袂记哦。哦。你要安怎娶我拢不管。你非得你总讲一句吼，我还袂娶家进前，你爱紧生一个孙华婆，听无？哦，你吼、哦、一生遐一日去，他家干啦一直在想着，叫我讲，无论安怎都一定爱去找千金小姐。啊，其实哦，千金小姐嘛无啦，千金小姐哦，迄安尼哦，拢娇生惯养，来到这要照顾我这哦破病身体，我叫你食干啦牛奶，哪可能照顾会着啦？哦，你讲要抱孙遐？哎呀，抱孙遐唔较简单，我早拢拍算好势啊，免烦恼啦。拍算。嘿，一支敢若六旋的都拍中。我要少年的啦。你还阁少年，你意思要甲恁爸当到久的？我甲你讲哦，恁爸还袂娶个进前，你若无生一个孙华婆，恁爸绝对无帮你算。哦，那这哦，老外做你放心，等你要上酒山头进前哦，我会生一个孙给你抱啦。有影。Hello。多谢。免客气。恁爸善良呀。啊，无，我无讲。哎呦，够无聊啦！嘿，
人你讲哦，讲食了就袂白白吐豆啦。嗯，也暗时啊，我咧睏袂去啦。啊，人伫咧讲讲暗时啊，若睏袂去，讲叫我数羊啊，算羊啊。我安尼算到一万几只吼，啊忽然间才想讲，啊咧一万几只若卖出去，毋知通我赚偌济。哎，嘛是感觉佫袂睏咧。啊，无紧啦，酒啉淡薄仔，看吼，较会睏的啊袂。哎，阿英阿咪风哦，那阿你拉轮啊拉轮啊，冷的时阵啊，我咪冷死啊，热的时阵我热死。哎，啊，我煞袂记哩，咱这算阴阳有别，我算阳间的，啊这算阳间的，啊我阴的绝对出来，绝对阳的，无多通啊听到阴的声，也无多通啊看到阴的影。安尼，我先来甲变好吼，有看到我，听到我的声才会用的。一只、欸、你是谁啊？啊，你哪会走来阮家？啊，我都住伫遮。你住伫遮？吓。哦，可能是以前的老厝边都对啦。哈哈，啊，你都唔知讲，即摆吼，这厝我买起啊。你一定哦住喺这个，阮家拢做800平啊，你住喺700多平的，迄间厝啊，哈哈，勿紧，我跟你讲吼。你唔知影讲厝我已经买起来，所以呢，我无怪你。啊，但是即摆一旦你甲知影吼，你一定唔阁困起嘛。啊，明仔载你就好搬走，有听无？唔是啦，请问这位吼，啊，我头拄啊安尼伫咧听你讲，你安尼寂寞无聊，还阁无伴，啊，才伫咧怨叹，什么阁去数羊，还是什么意思？我哪听无啊？你若要知影吼，那你啊坐啦，我慢慢来讲你听。好，就安尼啦。我有两个查某囝，一个后生啦。啊，查某囝吼，就拢嫁啦。啊，阮那个破皮囝，啊，一家家咪干呐倒去眠床啦，也无要出来陪我。我家一个无聊啊，啊，唔是安尼输赢啦。哦，嘿咯。安尼袂要紧啦，安尼我吼出去哦，才逐工拢在遮甲你做伴吼。啊，不要。对咯，哇，赞，安尼好啦。啊，你若搬出去了后吼，以后若有闲再来，暗时再来陪我吼。但是你叫我搬走，我歹搬呢。哪会歹搬？啊，但不过最近嘛才搬来尔。你若要搬哦，物件哦，啊，开开包包的对不对？啊，放在肩胛头歹。啊，若剩我一人歹袂赢，你搁请一台迄个牛车，遐用车载去，安尼就好嘛。啊，若要照我迄间厝要甲顾家起来吼，叫三台牛车，搁五台马车来，嘛是拖袂行呢。哇！啊，恁家一间敢若工厂呢？无啦，毋是啦，其实我是住伫恁即个所在地下室啦。无喏，即间厝我对头到尾啊，你甲看，我都看无地下室啊。无地下室哦。嘿啊。有啦，伫遮啦。啊，都即间你伫咧，我住伫伊内底啦。古子。嘿啊。但你喊到袂饱诶，啊，搭三个囡仔嘛知影，迄古子是内底拢水，啊，咱较起来咧食诶，啊水，你有法子人去住水底？你咧骗鬼咧袂食水？我唔呐住伫个水底，我伫内底已经住200多年啊！200多年，哦，喊到袂饱诶！迄世界上老诶，嘛才一百二三十岁尔。啊，你住200几年啊？哎呦，啊唔打破金氏世界纪录啊！你相信啊？唔相信？唔信？唔信？我搁创一摆互你看。好，你安怎创？来，你目睭闭好紧。哦。我即下要转来阮家。好。你看好势哦，好，看我登去阮家哦，好，嗨，走。哎呦，我真是我栽红啦，卖啦，拜托你啦，水我三顿要食呢，我也都煮饭呢，也都洗身躯，紧起来啦，哎呦，卖吵啦，人搬落去，你还搁在那耍，紧起来啦。哟，啊都我啦你咧，紧，啊，你哪遐紧？你真是好个！安尼，你相信讲我伫内底住200几年也无相信？啊，你是迄落？哎呀！哇，你伫灌大狗哦！你
去去有人哦，去去去有人哦，去有人哦。老爷，你阿伯我唔敢。老爷，我来请问呐。老爷。